长龙终于官宣了，坐落在珠海横琴。此次千亿打造的长龙飞船酒店即将在七月中旬精彩启航。听说他创了五项世界之最，其中四项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放肆玩耍，绝对不输迪士尼。你期待吗？现在就可以先囤起来，因为越早囤更划算。